原标题：世界在位时间最长的现任总统，37岁上台，在位40年，至今还在连任。从现代政治来看，奉行的是选举文明，反对个人独裁，为此很多长期执政的总统都下场悲惨，如萨达姆在位24年，最后被绞杀；卡扎菲在位42年，最后也惨死；而穆加贝长期在位，也被推翻。但是到现在还有很多长期执政的总统，最典型的下面这位，其37岁上台，在位近40年，现在还在连任，堪称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现任总统。这位就是特奥多罗·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一般称为姆巴索戈总统。在非洲、亚洲还有很多现任的总统领袖在位时间很长，如伊朗的哈梅内伊在位超过30多年了，还有喀麦隆的总统保罗·比亚在位时间也超过35年。但是在位时间最长的还是这位姆巴索戈总统，其1942年出生于非洲士道几内亚的一个农民家庭，本身非常的穷，没有什么希望。但是姆巴索戈有个好叔叔叫做马西埃，在当时士道几内亚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1968年士道几内亚独立后其成为总统。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的就是马西埃家族。在其帮助下，家族内部成员开始进入国家主要部门，而姆巴索戈作为其侄子开始一路高升。当时才26岁的姆巴索戈直接成为比奥特省省长，成为国家大员了。这对一个26岁的年轻人来说简直不敢相信。这还没完，在叔叔的安排下，姆巴索戈很快继续升迁，先后担任比奥特省军区司令，相当于首都卫戍司令了，直接进入内阁。在其33岁时直接被提拔为国民警卫队司令，这几乎就是最高军事长官了。而作为叔叔马西埃来说，主要是借助侄子掌控国家以稳固统治，但是侄子姆巴索戈可能升得太快了，因此野心也逐步膨胀，开始不满足于做一个官员了。正好赶上马西埃叔叔执政残暴，搞得民怨沸腾，这更加给姆巴索戈创造了机会。在1979年6月，马西埃因为健康问题而精神恍惚，总感觉有人要推翻自己，于是处决了一部分军官，而当时姆巴索戈的哥哥就在被处死的行列内，这一点直接激怒了姆巴索戈。在当年的8月份，姆巴索戈就集合了400摩洛哥雇佣军，再加上自己的国民警卫队，趁叔叔病重之际发动军事政变，直接率军打进了马拉伯，推翻了叔叔的统治。而且更加残酷的是，叔叔一手提拔的姆巴索戈以叛国罪将叔叔马西埃枪毙，开始掌握政权，成为赤道几内亚的总统。而从1979年开始到现在，姆巴索戈每次都是以几乎100%的票连任总统，已经连任了很多届了。在2016年再次获得了连任，在位已经是40年了，是现在整个世界在位最长的总统了。很多人可能要说，姆巴索戈为何这么牛，连任这么长时间，最为关键的还是姆巴索戈使用血血的军事手段对全国进行严密的控制，使得国家稳定，没有人敢反对自己，同时大力开采石油，也使得国家富裕起来，百姓对此也没有太大的反弹，因此每次都是毫无疑问的以极高的票数连任当选总统。现在的姆巴索戈才67岁，即使跟穆加贝一样干到90多岁，还有近30年时间，估计姆巴索戈会一直干到死，届时真的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统了。探究历史真相，发现背后故事，对待历史
必须较真。更多精彩，请关注还原历史真相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